好人来到此地，为何要解救我的性命啊？都被你受伤了，受伤了！方才大哥伤我一枪，伤你一枪，看一看。皇顶的法力，莫非你是大龙武真仙？无错，风来仙道，这是八仙之一韩湘子。八仙再来，韩大仙。那咧今天，韩大仙为何来到民间，特意解救我李洞宾？特意来解救你李洞宾，因为你已跟风来仙道有缘分。是，错位转顺，仙风道骨。韩干爹，你自称顺阳子。早就命中注定，风来玄道非你注意不可。风来玄道，众仙之子，千般百炼，你言中意思，我上到天庭，会趁风来玄道，会令得千般百炼。当然，只要咱八仙会齐，玉皇大天尊前来接风。民间所在自然朝拜依然万民休焉，唔但安尼是，爱个普度众生。超啊！你爱我往到蓬莱仙岛？是啊。到遐咧，我问你，蓬莱仙岛，岂不是会当带家眷？不可带家眷。为何不能带家眷？咱生来是修行者，当然不可带家眷。到遐咧，我愿去。不娶家眷，你唔问随我回转蓬莱仙岛，我愿意放弃仙班百炼。这位白牡丹子啊，如今牡丹被阮放弃啊，也回傲江。如果无伊牡丹，跟我再聚一面，蓬莱仙岛，我唔愿对随于你。乃当轻易说出粗犷的言语呢？你将来是神仙得道之人，应该放弃寒干地一切，不错，玉金千金。当初时，我仙风道骨，自家修炼，我有修为、家眷、爱情，我那么看在眼内。但可惜，自小我无上白牡丹，外道为着白牡丹，放弃所有一切。你就算我爱我李洞宾，做一个平凡人，我也愿意。好，我韩湘子也无可能勉强了你，即日带你往到蓬莱仙岛，祝你为仙，你也无甘愿。倒不如我如你一个所愿，他是讲你想要娶回你的母子，我答应了你。也不过咱两个人互相条件交换。哦，言假吹是什么意思？只要你随我回转蓬莱仙岛，我自然有办法和你解救你的母子白牡丹。你是当真？我讲出来的言语无可能反悔。好，凭你是大罗真仙，今天你愿意答应救回我母子，拿来我李洞宾受甘愿。甘愿，我就甘愿千般百炼。与你对水，却对不响的再出世。这是你亲口说出的言语。希望你处处铭记在心，你就叫我的娘母你。既然你答应我，拿你外母去，你要我将伊救出？真简单，以你的功夫是无才调对付了他，倒不如我现在是爱你，观看你的母子白牡丹人在哪里？你不是在后宫吗？不在后宫，我虽然有办法让你看见他白牡丹，看一看。
是要救我母亲，你该错去倒位。我是自从卖牡丹，自后宫啊，家己带来，本来要以你见面，也毋过一时法力过度，一定随风飘渺，往到台雪山离去了。你搞听听清楚，无论你是台罗之仙，仙不百日，我都愿意放弃啊。如今白牡丹，老朽一个死个错。我李洞宾万岁，也不枉回身风来之道。没来用死在咧定我咧。好啦，既然我跟你讲这个办法，你记着白牡丹啊。你若坚持要救伊，真简单，地址是你往到大雪山所在，解救他白牡丹就是。也唔做你白无功夫。往到山上救伊白牡丹，为什么佫需要什么特殊的功夫嘛？当然啊，大雪山所在，你也知影。有人进来镇守，不是这样简单容易，就让你进入的白大雪山。哪里？你向我透露，往到大雪山，我需要怎样才能救伊白牡丹？真简单，必须爱先取下武器。什么武器？这是七七七两剑。七七七两剑。那个楚剑在哪里？楚剑点在大雪山。山东输落，也唔过凭你自己力量，无可能出下出剑，必须走出一个披头散发、赤脚大仙，不计天天上地主人，以他手连手，心连心，方能背起出剑。那的玉林在哪里？玉林就在出世。依他，依他，心连心，手连手，就连背起七车车辆宝剑，好。然后的话，就是你的乌狗大雪山，且慢。双手扛扛乌狗大雪山，恐惊你有性命危险。来，这是，这是我的武器劈着烧，就连帮助了你。刀下汉大雪，小心细腻。来，你自动是为了白牡丹，应该随背后多少就是。